我们今天做什么啦？它的说是 pink jellyfish。中文是什么？蝴蝶。和。和。这是什么 ？jellyfish。水母。水母。哪个 ？butterfly。好，那我们先做蝴蝶 butterfly。Butterfly, yes. Turtle, bird, rainbow. Okay. Wing sock. Okay, good. Come on. 为什么你有两个牙牙啊？因为一个放奶奶家里，一个放我们家里啊。啊，哪个是新的？哪个是旧的？啊，看看新旧有什么差别啊？这个没有坏啊，这个被你拿坏了是吧？这个坏了，有个洞。然后看看尾巴，两个狗狗的尾巴有什么不一样？嘿嘿，一个是。一个是黄色的，一个是黑色的。为什么这个是黑色的？因为爸爸抽。你要抽给我们看看，你怎么抽尾巴的？